够得到哦那个火的果位哦，才可以呀、啊、哦，用那个最上圣哦那个方便的法门来引导众生修道。哦，故为如哦等故啊，哦无量劫中啊，舍身所主，头目啊，哦随脑。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我们大概都做不到。哦，就是舍掉身体呀、啊，哎，就是死矣呀、啊。哦，那个内财，哦外财是身外的东西呀、啊。哦，内财呢就是身体，我们的身体都可以布施。哦，手足哦都可以布施，头目哦眼睛也可以布施，哦骨髓哦脑都可以布施，哦是故如等呢，哦不应妄意啊，哎所以哦就告诉我们啊不要妄意，哦妄意了、啊、哎就没有人的身体，哎就啊哦落入啊三恶道。哎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，哦，这个虽然文字多不多了，哦，也讲得没有很深，可是啊，坐下来，哦，就不容易，而且要呢，哦，持久，哦，不是说一两天做了就好。那么戒定智慧，哦，就是要呢，哦，有戒定智慧，哦，我们在凡尘的当人，我们能够守戒了，哦，定就产生。有定啊就有智慧，有智慧啊就了解真理，真理了解了、哦、我们呢、哦、该如何做就会啊、哦、了了不免、哦、就不会做错、哦、不会造业，不会受苦。那么物以下心啊、哦、而生之主、哎、所以啊这个我们要了解，我们说呢哦，那个知足，哦，知足是一个角度啦，哎，就是不贪求，都能够知足，他、啊、就能够常乐。可是这边呢，他是说哦，物以。